动，随任而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变形火神完毕。回头回慢了。吃药了，这将会是场屠杀。永别，够蓝用吗？啊，除了女神之类都不够蓝吧？他这没这女神之类，他先。
杨澜里的婴儿没人管，纯粹我跟他这1v1太吃香了。这也要K，哎，没话说。 前面这大杯帮他带太多次了，帮我波波杀了他都不用死的，我杀了他就要还他一个头，杀了他就还他一个头，跟你妈还债似的，玩的太难受了。打帮了半天下路，我们下路1点优势没有，纯他妈假优势，我操！Killing spree。全靠中野打。随心而动。不行，要先做一寒妖，不然没输出。 大月了，这不，太可惜了，没有大招。 这不真的可惜，没有大招。 装备是个逆天，终于打出来了，多吧，根本打不了，穿甲也没用。 打完最好方法就是出新虫，用他对着发育，然后新虫一出来，马上就打不了你了。穿甲真没用，他这钱拿去买新虫，说不定这不打赢我了。买个这逼样的装备有啥用啊？我都不知道，天天被人教。哎，那视频就教坏人了。杰斯就不能这样做装备？你打这种，基本不管你的，打都打不死的英雄，穿甲真的没有用。 很没意义。你可以，他的钱拿去买个铁板靴都可以，买个铁板靴我是打他都没那么高的伤害，买个这个他妈真的浪费钱。买这他能，他的1000块基本浪费了，买了一点点坦度就没有用了。所以说看杰斯你就看高分段就行了，不要看那种。 所以位置推你们看杰斯，你们看杰斯 King 和那个宙斯，就这2个人杰斯厉害，其他的都不太行。如你所愿。 随心而动，随刃而行。嗯，好狠。
穿甲一般都是绑定这路者，那大象会出穿甲，我都不知道拿来伤害，我不知道。太盲目跟风了，人家是有自己的思路和套路在里面，他这种就是纯抄了个出装，然后就在这玩，没有用。 啊，谁带中路的？很多，很多带中路的。逆天，他为了拆这个东西，然后，你看他为了打这个峡谷先锋，你看他在干什么？这个人。<笑> 减速的时候比这个低，啊，不想开这个的，我干你妈！浪费技能，气死我了！我要砍个人，人呢？气死我！一定要砍个人，怎么说都得砍个人。 我直接他妈的血怒！开战吧！召唤师，你的光辉时刻是什么时候？是 WCG 吗？ 我的光辉时刻就是开大招的时候，开战！ 魔兽争霸，魔兽世界，不太知道。这将是一场厮杀。现在他们可以。 <笑>有意思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这我不太知道。问题他怂了，这是个勇敢者游戏，你知道吗？ 大招都交了还差几秒，说你妈的大招都交了，哥们儿，这养的他妈的眼睛不好使是不？哦，你说我的大招啊、哦，我的，完误会你了，没有，主要他不知道有没有啊，这是个勇敢者游戏。 来来来，我看看怎么个事。啊，蛮王的大太，CD太短了。哎呦，急死了，急死了，一个个的。哈哈，好他妈急啊！我操，贱狗蛮王。 感谢你偏偏你醒不醒来送的分团盾牌。随心而动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<laughs>
哎呦！ 我操你妈！太有意思了，我操！这英雄对面他妈感觉都好想杀我呀，我感觉太幽默了。召唤师，你的光辉时刻是什么时候？是WZD吗？而我的光辉时刻就是开打。 啊，我好久没出过这装备了，出一把。确实搞心态，纯搞心态的这种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这样他打得完，现在就剩几个了。现在这样他就剩那么几个了，很少。 今天本来要打两个的，那两个打完就没了，就没劲了哈。但是，今天感觉状态不是很好，就没打。啊，我干你妈！脚本。我的炮！我的炮！ 怎么还守啊？对面还在这守，我操！太想赢了吧，对面！你看，哇，好努力啊，他！我要内部了，他在守下去，我要内部了，我快！我操！